什么是基因？就是思想。每一个人的思想就是基因啊，思想就是未来的生命。今生你所用的生活思想就是过去 copy 来的，所以说我们的思想呢就是一个业报，就是一个基因。所以大家为什么要学佛呢？就是匡正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思想呢不要带给我们痛苦，让我们思想呢不要去钻牛角尖，让我们思想呢坦荡荡的。生命呢是开放跟付出的，不是你争我夺，然后让大家彼此都活不下去，彼此都不好活。每个人如果学习复制爱心，复制奉献，大家来看行，今生我们共同在一起互助合作，来生我们互助合作，所以生生世世我们就这样的变成一个很好的生活循环系统。那么大家能够尽心尽力的去做，引导很多人来学佛，来做这件善事，我们的循环就是叫做良性互动。所以到处都是布满了我们温馨的爱，和谐的爱啊，我们带给整个社会是一个和谐安定的动力，对不对？这样我们就可以建设佛国净土，心灵的太平世界嘛。虽然有很多看不顺眼的，心情没有办法平衡的，可是我们耕耘久了，自然而然就会改变。我们应该拥有不退转的一颗心，来耕耘我们的环境心田，让它能够更美好。